好啦，开始。一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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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彩ってくカンバス。シュルラシュルレビケスシャレシュルレド。シュルラシュルレビケスシャレシュルレ。紅茶待ってんの。ボスからエナジー。どの色も大切です。勢いで輝いしあげて。ダメだったへこみません。パステルはいかが。クレヨンじゃない。そうよよりすねこがいいな。シルブレシルブレビケスシャレシルブレ。白く白く広い広いカンバスに。どんな色を重ねてみようかな。青い青い空を切り取ったような。いつか絵が描きたい。シルブラシルブレビケスシャレシルブレド。シルブラシルブレビケスシャレシルブレ。两位老师上咗你哋一阵啦。吓吓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小心吓亲老师你添。系系三号同学。嗯。特集男才女貌嘅班主任同埋副班主任有不寻常嘅关系啊！做咩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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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哋几个啊？就算系要做功课啊，都要考虑下场合同埋对象先得噶。咩话？你话呢度系设计堂嘅功课嚟啊？冇错。今次的功课是要用相片表现不同的画面啊。吓，那你们要怎么做啊？首先我们会处理影相，就好像刚才那样。跟着就在上面加些字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都不用拎这张相来做讲解的。但老师啊，我的相我是拍得不靓的，成日都蒙查查的。因为你们刚刚学影相，我都不要求你们有什么技巧的。你们最重要是学习怎样组合画面。如果构图是漂亮的话，张相就会变得很有趣的了。老师你看看，是不是真的这样啊？相片机自己加班一族。影相和画画不同的，影相按下个掣就得了，比起画画轻松很多的。但是相片和画画比，没那么容易被人看到自己的个性。我对影相完全一啲认识都冇噶，做功课之前要多啲练习影相先至得咯。不过呢张相真系影得好有个性喎，边张啊？张张都差唔多嘅，究竟系边张啊？啊，可能系佢想用唔同背景睇下有咩效果啦。所以我咪话自己对影相冇咩 sense 啦。有个构图叫做黄金分割比例，可以避免呢种情形发生噶，你要好好咁记住啊。黄金分割比例，首先将张相画成九宫格，揾出中间嗰四点，主要将主角移到四点嘅其中一点，就已经系黄金比例，构图会舒服好多噶。睇下，我哋就用阿雅呢张相做例啊，将主角移到四点嘅其中一点，睇下个效果。不过呢张系全身相嚟嘅，你到底想影啲乜嘢噶？系咁，我要影多啲先至得啦。野田，麻烦你做我 model 啊！好啊，我咁可爱，小心会俾我电到啊！你讲咩啊？最紧要都系睇我技术啫。准备，嚟啦！哎呀，做咩唔影啊？冇嘢，我想俾对眼休息下啫。记住黄金分割比例，配合中间四点。虽然技术的确系好重要啊，但系最紧要系表现心境啊。啊，但系无论系影相定系画画，如果想要一幅好嘅作品，就要表现嗰一刻内心嘅感受。画画嘅时候，如若垫下你个样，经常都会显得特别温柔。影相嗰阵，只要都系咁样，
就会影得好噶啦。讲得冇错啊！我要用平时写生嘅心情去影相先得，要留意内心嗰刻嘅感受。觉得点啊？哦，好犀利啊！有剑，技术进步好多。啊，咩话？最终系用咗呢张相啊！你哋就算要玩啊，都唔好玩得咁过分啊嘛！我哋做功课咋喎？原来咁样都几好玩噶、啊。copy 就写秘密关系呢几个字啦。好啦，完成啦。好、哦，点啊？整成点？啊，嗰阵我仲阻住你影相添。虽然我张相冇用到黄金分割比例 ，copy 亦都系好普通嘅字句，但系我觉得佢有自己嘅风格。好啦，下一幅。哦，呢个系，哦，系野田整嘅，又是整埋啲无厘头嘅合成相。哦，哎哟，老师你认紧嘢啊？啊，系啊，系啦，教授啊，今日嘅时间表点样啊？啊！我有写得喺本簿度噶，真系唔该晒你，教授。第一堂系咩啊？红红系设计。艾玛法则，根据消费者由睇到广告到产生购物意欲期间嘅心理过程。问题：写出每个字母系代表乜嘢意思？艾玛法则。根据消费者由睇到广告到产生购物意欲期间嘅心理过程，问题写出每个字母系代表乜嘢？都唔明嘅，搞掂啦！系咩嚟噶？我教师做一个令人冇购物意欲嘅设计，白色、黑色、黄色、青绿，仲有紫色。开始，你做咩啊？我最中意就将啲颜色捞埋一齐噶啦，所以要等我嚟捞啦，等我嚟捞啦。野田，帮我沟呢只深度嘅灰色出嚟啊！加手，啊，落得太多白色添。今次又沟得黑得滞添。搞掂啦，都唔系我想要嘅色。你哋做咩着成咁样嘅？系见八婆你啊！哇，成个白衣天使咁，真系好有型啊！我又要啊，借嚟啊，除出嚟。好啊，冇问题。唔该晒啊，你买翻嚟噶？哦，唔系，开学嗰阵每个人都有一件噶嘛，同玩具一齐噶。有咗佢就唔惊整污咗啲衫啦。啊，讲得冇错啊！好啦，而家即刻开始啦，感觉好新鲜啊！睇下先啊。唔识唔该俾我洗下对手先啦，整到成只手都系颜色啊！边位啊？哦，哇，做咩会咁样嘅？唔系你，我收你把对手先啦！真系好衬你喎，有兼电啊？系咩？好多谢你咁赞我喎。系咁，不如画自己中意嘅画啦，咁咪仲好。讲得冇错，系咁。你哋附近加多啲红色啦，系咁可以画条龙咧。喂，你哋几个啊？画布喺呢度喎。等阵啦。喂啊，乜今日你哋几个唔系食饭盒嘅咩？唔系啊。琴日佢哋已经约好咗，今日要喺canteen度食啦。系咁，今日canteen咪会变得好嘈、好热闹。平时净系得我哋静英英喺canteen度食饭嘅啫。我都知道系咁噶啦。睇下，我已经准备咗啲娱乐节目啦。是我上堂那阵时整的，只是去canteen度吃个饭啫。我们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，就是吃饭都要进行我们的活动，都是他们昨晚吃饭那阵想出来的啦。好啦，大家抽啦。啊，是啦，一起抽啦。安全是回避签来的。啊，什么最喜欢的东西要跟人交换一本，你抽到什么东西？负责茶水的工作。啊，真系好啦，系禁止用酱料啊！禁止用筷子尖啊！豉油、酱汁，仲有就系盐、辣椒油。
好啦，可以开始啦。今次又想玩咩啊？因为我最中意就系捞调味料噶啦。我要捞，我要捞，我要捞。系啦系啦，捞你啦。仲要咩啊？加晒落去啊？两汁啦，其他嗰啲都唔要啦。要你哋等咁耐添。哦，嚟咗啦，圆圆。有兼佢哋好似要迟多一阵先嚟啊。啊，好多人叫炸嘢顶啦。嗱，刘生子同学。啊，唔该。嘿呀，圆圆，你要唔要呢啲酱汁啊？啊，我今日禁止用酱汁啊。哦，我负责你哋嘅茶水噶。我帮你啊。雷生子同学，你不是要将最喜欢的嘢食同人分一半的吗？是这样，我用暗烈交换有兼的猪扒饭啦。是啊，这样分法感觉上好不公平啊。算了，规则是这样，没办法啦。得啊，你是不可以违反规矩的。你们做什么啊？是啦，我知道，我又不是那么没记性的。既然不可以用筷子尖的话，我就用中间来夹啦。咁都得啦，系啦，亏佢谂到。我要夹啊，我要夹啊。系啦，有兼同学，我攞咗匙羹过嚟啊，不如你攞去用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点解做唔出嚟嘅？系啊，呢个掣最近好似冇咩反应啊，咁呢边呢个掣会好啲噶。啊，唔该晒啊，唔该啊。他是二年级生嚟噶，睇条裤嘅色就认到。前辈真系前辈啊，竟然知道学校咁多嘢喎。啊，有短信添。如果你而家喺晴天嘅汽水机，唔该买右边第二层第三格嘅果汁鱼住。我哋而家都喺晴天，唔该买两支茶翻嚟啦，部长。咦，前辈真系前辈啊！我会，点解会知道我喺度噶？七七七七。七七七七七七，你哋喺度做咩啫？水渊前辈哦，系咁嘅，我个朋友佢啲发音唔系好准，我教紧佢啫嘛。啊！快啲俾啲纸味粉我，我要纸味粉，我要纸味粉啦！换画簿咁快就用晒啦，啱啱先买完冇几耐啫。睇嚟鱼鱼你都几勤力画画噶，我要去买啲嘢啊！鱼鱼啊！可唔可以睇你本画簿啊？我又想睇。我只系好随便咁画噶咋，你哋千祈唔好笑我只好喎。嗯。哦，你哋做咩啊？全部系猫啊！一百零一只猫冲紧冰啊！真系麻烦晒你啦。我同野田，我做你 model， 咁样得唔得啊？你咪喐啦！乜咁耐噶？究竟得未啊？咪嘈住晒啊！我已经好攰啦，攰嗰个应该系我啊！我顺便拎埋赖三子同学啲书过去啊！唔该晒你啊！嚟啊！啊！呢度啲画板去咗边啊？头先佢哋啱啱先搬走啫喎。吓！我而家要去订货啊！你记唔记得 size 几大啊？我谂啊，大概系咁大左右啦。好啦。我而家去攞把尺嚟度下先，你唔好喐啊！啊，唔好喐啊！吓，有兼同学啊，快啲翻嚟啦！我翻嚟啦，我。你好，我系报道员野田美希啊，请大家睇下。情景啊，今日会为大家送上今日放学之后美术室的情景。你老师在度搞咩啊？我哋而家即刻访问一下 G A 嘅学生先啦。摄影师过嚟啊！呢位目无表情嘅同学仔做紧咩啊？啊，你问我啊？我而家喺度做紧运用现代技术嘅美术功课啊。今次我哋分组制作。哈哈，俾啲精神望住摄影机啦。你妈妈而家睇紧噶。我睇唔清楚。好啦好啦，你哋今日之内要搞掂晒啲功课噶，同我收埋块板啊！嗱，唔该你啊，
戴咗只眼好晕啊！你哋就好啦，你哋系咪已经搞掂晒啲功课啦？现代美术唔需要睇你画工有几好，最紧要系有感觉，随便画同落足心机画系冇分别噶。真系咁样咩？有田家嘅功课系点样噶？就等我，嚟问下你哋啊！知唔知我想画咩啊？系夜晚，系教授嘅心情。我睇系你懒惰喎，睇嚟大家都估唔到喎。其实我系用蜡笔重叠方法咁上色，我只系要用支笔喺上面刮几下，就会露出底下嘅颜色噶啦。呢啲叫 scratch。月月，你都画下，真系好好玩噶。啊，真系喎，刮咗啲蜡就现出底色啦。都费事同你对癫。之后而家心情系点啊？镜头啊，乜已经冇晒红色啦？阿雅，你嗰度有冇红色啊？你讲啊。是不是什么红色都无所谓？嗯，无论是塑胶彩定水彩都得的。听说以前的画家如果没有颜色的时候，就用身边的花花草草提取颜色来代替颜料的。好、哦、字都被你嘴，乜你只是得这样咋？嗯嗯，只是得我没有事做，好闷啊。何生子同学啊，我现在好闷啊，你快点搵啲嘢俾我做下啦，好闷啊。好啦，呢度有咁多画具喺度啦，你自己静静地喺度画下画啦，唔好吵啦吓。好闷啊。从前喺颜色村住咗一个黑色嘅广告彩先生，白色同埋红色成日都会俾人拎嚟用噶。但黑色的我就好少有人用到了，没一个人肯试下用我。没错啦，没人用，自己用自己就得了。我知道一定会有接纳我的地方的。喂，如月，等一阵啦，俾我听多阵啦。唔知边度有啲粗嘅笔同数呢？讲起上嚟，野田拎咗好多唔同嘅工具过去啊。俾佢激死啊！耶！吓，佢太可怜啦！你点可以咁做噶？系咁啊？点啊？冇画笔嘅，你叫我点样画画喎？唉，呢一层换咗做 stamping 啦。系啊。终于都搞掂咗啦！呢幅画效果唔错啊，咁先系艺术嚟噶嘛。唔使用笔都画到画，听日就用佢交功课啦。冇错啊。主题又改咗喎，系啊，月月啊，月月啊，广告彩头先叫你啊，系黑色广告彩先生啊，不如咁啦，用我呢啲颜色啊，我拒绝啦，有剑，而家正式咁答你，你仲黑色广告彩。就算好少份量，你色都好容易会爆开，会影响埋其他颜色。呢种咁麻烦嘅颜色我唔会用噶，唔使知啊！点可以咁噶？如果我唔系黑色，又唔系水溶性，就唔会咁啦。我嘅坎坷旅程睇嚟都要继续落去啦。呢个颜色短剧好好玩咁噃，而家唯有放喺度等佢干咯。系咁干之前休息一阵先啦。你想来三子做咩呀？我想去大学部那里买些东西喝回来呀。咖啡啊，我也要咖啡。加糖酒糖要哪种？加糖酒糖是这样，我要加糖先生啦。什么话？我要佐藤先生。啊，弊了，我不记得拿山糖啊。月月殿下，是红茶来的。看看买了什么、虽然不是糖，你们要不要啊？是果酱嚟喎，我有照你哋叫嘅嘢买噶，真系喎，系俄罗斯茶嚟噶。话时话啦，点解会有果酱嘅？我谂住同学灌咖啡啲古怪酸味啊！到底呢啲沉淀咗结结地嘅嘢系咩嚟噶？啊！发生咩事啊？差啲饮咗洗笔水啊！好彩放咗支笔落去啫，唔系好容易会饮错噶。原来系咁。我在家成日都是这样的，头先差点又中招了。这样又很难怪的，画画太过集中精神了。
冇错，都系用樽饮会好啲嘅。呢张作品感觉同用意都唔同晒啊！冇问题啊，艺术领域系好广阔嘅，以防万一，都系拎开啲工具先啦。讲得冇错，嚟啦，快啲拎走佢。创作真的很漫长，终于勉强完成了，来啦，快点交咗佢先啦。不如我哋快啲执埋啲嘢先咯。啊，我哋拎完去职员室就即刻会翻嚟噶啦。嗯？咦、你睇下。上次功课的成绩已经出了，有成绩了。啊，是 A grade 啊，评语是非常用心的作品啊。真的的？真的是啊，我第一次拿咁高分的。我都是第一次啊，好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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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什么成绩啊？是 B grade。评语是拥有独特香味的作品。香味？黑色广告彩一定是这样想，虽然我没被人用到，但是大家的作品终于可以顺利完成，真是太好了。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这样想。